叫冬季瘙痒症，一个叫冬季的忧郁症。冬季瘙痒症我们刚刚有稍微提了一下，因为冬天真的是比较容易干痒啊，可是干痒你又会去洗，洗得更严重，反而皮肤破皮。对，那如果一般免疫能力好一点的人，你只抓抓痒，到时候抹个软膏抹个乳液会好。可是如果是免疫能力差，像我曾经有病人是洗肾的病人，他就是因为这样抓痒，然后甚至泡草药浴，结果后来引发一些蜂窝状子织炎，住院住了好久，然后他生病都有可能。那第二个冬季忧郁症，反而提醒大家，反而很容易遇得到。我刚刚讲的原理就是没有太阳，天气湿冷，其实它就容易低落。那这种情形常很好玩哦，在北半球容易发生，女生比男生容易，要女生又有月经的一个问题，常都是在大概十一二月到一二月的时候容易，然后到了夏天其实就好了。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真的只有到冬天特别心情不好的，其实找医生看一下，有时候需要一点药物协助，只有暖男恐怕帮不上忙。对，还有温暖的医生。所以我冬天忧郁特别严重，其实我自己会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更忧郁，心情受影响，我真的不骗你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想自己一个人窝在床上。哎呦，这时候暖男也没有什么用。要换一个，有道理。换一个暖男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。你们现在在共谋什么情况？你说你们家的看看啦。有没有魔咒就要不要关起门再聊？好，不过呢，我想啊，刚我们提供给大家所有的建议，希望所有的女人们，因为子宫毕竟对于女人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哈。那待会呢，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，那厉害了。冬天保养妇科，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最强之料理。吃的，哎，好货到你家。谭老师，这功能要这么强的汤头，我这个只有你办得到了。对，最早我们就是非常低油脂，其实就是没有油哈。那没有油啊，喝起来不会干干涩涩吗？其实不会了哈。那但是我们都知道进补的时候尽量呢，哎，选择什么？嗯，不要你能选择两条腿的时候，不要选择四条腿的哈。两条腿，越少越好，不用腿的更好。那个什么两条腿的不如这个水里游的哈，会热量比较低，所以就是用虾子对，我们就用虾子，那你可以用鱼，用什么都可以了哈。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些最简单的黄豆芽、洋葱，因为我们都担心我们这个到了冬天，肚子的这个油就特别多，那所以我们要担心心脏血管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洋葱。那个上次那个彭医师也知道，就是哎，就说哎，这个番茄对心脏是好的哈。那这里面有两个就是豆类了哈，就黄豆芽。其实黄豆芽对这个更年期的女孩子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它高纤维，然后又有这个大豆异黄酮，然后山药。对，可以了，当然是最重要的。就表示更年期不会，它即使不是更年期，大豆的对女生也很重要的。那有一些些的这个山药哈，那其实植物性的这个荷尔蒙，它去赞助这些受体其实是好的哈。那我们就把它都煮成汤，然后之后呢，像这样好香哦，对，就是给它煮一下，对。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耐煮的，那加盐，加一点盐就好了。对，这个大概汤头熬多久？其实大概煮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。那这些都是一些青菜，其实是蛮容易的，因为其实冬天青菜要多吃一点，因为是最便宜的时候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加个虾子。虾子，哦，有趣。贴心哎，张老师把须跟脚都剪掉了，你看。哇！但是我们你壳没有出去先扒一扒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开背？因为这个开背之后呢，它会煮的会比较容易太熟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开背，我们直接这样子把它煮熟了就可以了。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在煮虾子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红色的泡泡，那个到底是 O 不 OK 的东西？其实那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那没有关系。那不是虾不新鲜才会有那些红色的汁液跑出来？不是，对。当然我们也不要去买一些它泡过药的啊等等的。其实我比较建议买的就是不一定要吃活虾啦，因为活虾有时候会有一些动手脚的机会。对，好香哎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汤头就可以喝了吧？对，这个可以喝，这没问题。对，那就对啊，没有肉哎。而且没有油哎，对，没有虾，我们自己在家里每次煮蔬菜汤的时候，我觉得不 OK 哎，好难喝，我老公都嫌。对啊。
奇怪了。可是我觉得是在食材的搭配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那个搭配的，每次煮出来的都好吃，加盐巴而已，都好吃。对，哇，因为你看番茄洋葱汤头就甜了。其实豆芽会让这个味道更好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豆芽，我是不是算那一行破解你的那个？对对对，谢谢。得到认可。那其实豆芽去熬汤是蛮好的一个来源，很好的。对，因为想要多吃几只虾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。哇，有一道菜，不得了。哎，你光闻这个味道，你会觉得香，新鲜。为什么有特别大碗？主持人自己可以讲。吃不够换一续碗。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哎。你有喝汤头了吗？我喝了一口，好甜。很甜，是因为番茄，不可能，番茄洋葱甜。唐老师，你是有刚刚好，怎么那么甜？有虾的腥味还是什么，好甜哦。对，其实它这个不需要再加任何的，就只要加盐。对，因为其实黄豆哈熬的汤很甜，好喝。对，完全没有腥味耶。对啊，厉害了，好很好。今天喝完这个好暖哦，很暖，对不对？甘甜甘甜，所以是不是晨曦喝这个就不用喝奶茶了？我跟你讲。马上改，不会犹豫。大概都是像罗宋汤会有一种很浓的味道，可是它不会，而且不会腥。嗯，很厉害。真的，这个汤每天喝也不会有负担啊。对，因为没有都是健康的。然后陈老师刚刚有说会瘦小腹，因为没有什么油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看这个唐老师在料理这道汤头，真的非常简单，对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过程，真的，但是又好吃，对，胡椒粉什么都没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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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坏它的原味，真的，加胡椒破坏它的味道，对，哦，希望大家呢，在这个冬季都可以好好保护自己，腹部，尤其是妇科的健康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分享，谢谢，谢谢。